15年没有生活，干活不了了，体力是在家破人亡了。上级公安不管，上级判决无了判决，我没法生活，维持不住家庭生活。长征军最前线打过的村，打过的镇，打过的村。现在我到人权，到到哪里？我到美国大使馆，如何解决？我看看怎么办？我找到这个解决的地方。